我的妈妈是一名村支书，她特别厉害，是市三八红旗手，是十大杰出志愿者，县党代表，镇优秀党支部书记。爸爸是一名小学老师，是县优秀共产党员，县优秀班主任，县优秀辅导员，家里30多张荣誉证书，他们很恩爱。当年爸爸写了3年情书才把妈妈追到手。作为他们的女儿，我也很厉害，我会弹尤克里里，画画，写文章，做公众号，甚至换灯泡，修水管等等。我是李梦欣，今年24岁，是刘英镇团委书记、综合办副主任、石鼓坝村驻村干部，也是镇上的优秀共产党员。我从来没有表白过，也没有被别人表白过。今天来相亲，我想找个积极要求进步的，会是你们当中的一位吗？